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猫，来看一下大富素颜时装的三视图。外观上看的话是个十分清爽的发型，脸型的变化还是蛮大的。然后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表情方面似乎和原皮差不多，一脸的愁容，没有海报中那么的开朗，也不知道最终效果是不是这样子呢？然后就是脖子处那边有个项链耶。衣着打扮方面的话，是一袭白色的喇叭袖的衬衫，搭配背后的一件红棕色的披风。值得注意一点就是在大腹的左手无名指上面有个戒指，象征着未婚。再说一下那个裤子，腰间的装饰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。在右口袋那边有一个白色的手套，裤子的设计的话感觉有点眼熟诶，和此前的牛仔精品有些相似。感觉像是把条纹兑换了一下，整体看上去的话还是蛮不错的，就是有些担心到时候的披风效果。最后再来看一下右下角的手持物，除了图案设计不同之外，其他方面似乎差不多，还是蛮期待到时候的建模效果的。然后这款时装的话将在这个月的30号上架，另外呢，这周是周五更新，所以明天还有一天的排位时间。再一个就是提醒一下大家，特里之境的骰子呢，最多只能囤100个，超出的部分呢会清除掉，所以大家记得及时用掉多余的骰子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